脚吧。拜拜，王老师，拜拜。这点拜拜，拜拜拜，这点拜拜。邱警长，要过年了哎、欸。女友个赞，我打一下，我打一下那个，我打一下那个。这个有点糊，我打一个比较好看焦距的地方。调焦距就是这样子。这样就 OK 了。哎，你啊，你讲啥物件？讲是讲甲卖啦。哦，卖三年啊、哦，迄一块一块的嘛，迄卖三年啊。卖啊，卖三年啊，你抑阁卖着？你信用债哦？你劳动债啊？你信用债？来啊！老板啦。哎，好像加一块来就好了。好吧，我等好了。加了。你在哪边？在这场街。OK， 金人早，不，盛明早，郑源，南郑源，早。五龟号刚九里尾了。对啊。五龟号刚九里尾。Amy 早，天气变冷了，现在温度大概十二度，现在温度大概十二度。准备小美了，她在放松啊。喜欢这种天气。跟你们讲，这种天气你们只要不吃的多，你们只要不要吃的太多的话，都是减肥的天气。冬天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冬天哦，消耗热量比较多，就是你会发抖嘛，你会冷嘛，然后身体就会为了抵抗寒冷，就会消耗比较多热量。但是因为天气冷，你们就会拜拜，天气冷你们就会吃很多，所以你们还是会变胖。所以你们夏天吃的多，冬天也吃的多。所以你们就一直变胖。那如果你可以说冬天吃少一点，就可以变瘦。例如说，你跟夏天吃的一样多，整个冬天下来你可以瘦大概两公斤左右。啊，但是如果你夏天吃的很多，冬天吃的比夏天还多的话，你就会胖两公斤。
所以你们可以算一下，你们到底冬天会变胖还变瘦就知道了。他说，你们会说，哦，我没有，我不止胖2公斤哦，我都胖5公斤。爱心早 ，N 区早。呼，情到深处不怕孤独。志军早，昨天我有买股票。我昨天买了5000块的台积电，昨天跌那么多，让我很不，让我心痒痒的。然后美债我还是继续再买。对啊，乌日12度啊，我知道啊，昨天就知道，今天在几度了？53了哦。阿凯不会冷啊，他不会冷。阿凯也不会冷。哎呀，青菜啦，早安。先放在这边哦，我写一下东西。卖鱼啊无功夫啦，买鱼啊才是功夫啦，你吼。嘿啊，物件是用钱来鱼。我迄心情是歹落，物件一个鱼啊无，无心情鱼啊。等等等。帮我的乡亲呐，进来哦，心情歹啊，进来哦。那个爽哦。我见来见来买啊！你心情该好啊！股市跌的不够多，你找的卖的不够 不少股票，我没有在卖股票的、欸，有啦有卖啦，可是我换了，我换股票。老板要羊肉炉，羊肉炉好，要几盒？4500，我换到那个两种股票，一个是巨大，然后一个是忘记而且我买什么？进口的手机啊！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啊！我想爱你切土特啊，后尾有。人家要等下酸啊！我都要等你过用啊！都等过用。三层早，小青早，孟秋早，江优米早，吴昌早。我等过用啊！东城早，爱情早。红哥用人啊！是哦。谢谢啦。换到。我换太红玩家我就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想起来，我换到华研跟巨大。两买百五，咩？两买了啦。哦。两买百五啦。好啦。够老啊。好啦，两买了啦。都会。都
过你家来，阿妹去按摩按摩啊。你按摩在哪里？这里。好，按摩。要预约，预约。有钱啊？这我领300，这我领300，去来看。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包，咁啊，套一个套，我封诶，还袂套一边，就套起啊，落来啊。嗨，你来啦！我阿婆，阿婆，你不然？一百块啊，阿羊肉卤两包200块。谢谢啊，两包200块。算，不过算是嘛，讲阿凯无难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两包。啊，两包鱼啊，我400块，200块。十五第300啦，规身拢毛鱼200啦。哎，小鱼爱走。好美。啊，你也是。哈哈哈！你看下。阿凯。哎呦，他结冰了，箱子都爆了。可能还没退冰呢。我也也就就有运气。手要小心。光下啦，光下，光下，等下再再聊资源。没关系啊。啊，回去我回我爸啊。莫呗。散伙啦。没啦，回家莫回来啦。好，好，阿伯。我爸刚刚是散伙啊。阿定早，好久不见。没有，对。三百啊！不，没事没事。我可以打套餐俩嘞，就开始要跳楼啊，唔好啦！上面开始跳，无我已经开了啊！哈，无咯，伊开始人已经开了去啊！我跟你聊你，做阵两位要，你人伊阿咩嘞？我都无啦，去抓抓客啊！男主很重要，抓客啊，变格啊！男主啊，我刚刚找你几啊载啊？是哦，一礼拜是无来啊！系啊，好，系啊，系啊。啊，我有一个朋友哦，伊拢是乌鱼甲你买啊，哟，系啊，乌鱼，哎，礼拜四也伫乌鱼，听下未？听唔听？鲑鱼啊，鲑鱼，准备咩啥？你家抬哦，你家抬你看咧啊，清洗好啊，我家己抬，你慢慢喊，嘿，恁过来菜都切得落啊啦，昆明啥？鲑鱼恁过来。你啊讲切切咧，我落去做错误哦，我等下要等伊。我等你要等伊个歌用啊！听哪个？人太好啦！请我啦！请我！请我啦！请我啦！请我啊！哦，几位两位？买啦！要提清桑啦！无啦！我要做台，以后讲。我那车不算。都叫你啊！我上几刀。妈，你啦，头家，我透早等下要等你驾先啊呢，我是伫高雄驾先来呢。驾先啊，哎，驾先是出外哦。嘿，对。驾先到六股唔差真来啊。六股较远。我去年龙岩去六股啊。嗯，你是去佚佗的啊？去年过年的时候，龙岩去六。哎，今年要去无？今年要去无？无啦，今年无时间出门啊。你无钱。卖晒来啦。等咱两套卖晒。小老早，随便你找。今仔较冷的，去天地准备看二楼西啊。天地爬不起。会啦。阿公真痛啊，是会起啦。我爬不起啊，我去年我都去啊。会啦。啊，去年也未痛啊。有啦，去年痛啊。啊，你真会当对遐西，对台东落来啊。系啊系啊系啊，对啊，西落久了，西你西五六点钟。会啦，开车啦，佚佗。早安。早安，哎。应该没有留什么。蛤蟆？蛤蟆有吗？蛤蟆一定有啊。没有那个。整包的，应该是没有。整包的比较好吃。有没得？啊，我看没有。对。三百。好了好了，三百。哎，头啊，赶紧开始抽签了哇！小姐，哇！我看我好会抖哦，两包包，像诶，包包，像呀，不止像，是我的，我也这样，三个，三个，还有几项啦？
不是叫什么？不是叫建成的。我要白鲳诶。白鲳，哦，你也真好吃。对，像我拢这个时间。白鲳要这种啊，要大只。细只就好啊。廖清顺早。带壳鲍鱼啊，有带壳的，国海鲍鱼。哎，老师早啊。这条带壳鲍鱼，一三一千啊。他来分装啊。今天好像很紧张的，没有。今天没有。带鲍鱼。带鲍鱼。带鲍鱼。乔青早安，你来这路嘅。嗯，贵枝早，永元早。早。三八。几块？几块钱？几块布料？好。可以用阿表。用上手。阿扎，你叫扎怎么去？你先偷偷要玩我。啊，我有天兵们怎么好啊？欢迎，欢迎，这是我。哎，天路，你见到你？啊，你见不见了？在这呀，天路里，天路里啊，那你给我把这个。你有钓鱼线吗？有啊。没有啦。你说我的钱最多少了？钓片我钓片几啊？这片虾，这片虾，我把六百，十倍，对啦，我用把空的，根本还搞不了。还有平话，这什么？这四只五百，四只五百，嘿，七百啦。我俩两百好吧？哈，两百也好。老板，你这个怎么办？只有三条五百，五家没招。哎，这说出来，三条，四条五百啦，四条五百。你再买几年了呗？再买两百二哦，哎，两百二。还点不啦？我有嘞。哎 ，hello。全部300个。没啦，全部300个真无啦。几万个啊？那个你个300了啦。对啊。系啊。你来不啦？几年无播？没啦。胡椒牛一停早，啊，这里个三八的，胡椒牛嘛，你不要，别你不要，沙茶牛拢无，嗯，它比较，我唔知啦，你想好，你想好，你不要别人去不啊？哎，中国好的，很多。哎，我的白鲳牛呢？好在啦，我好啦，这五百，这第五百，这第五百，嘿，这第五多少？好啦。看十地啊！吼，十地吼，十地五，特别辛苦嘞。我都觉得，那就啊，来呀！不是，没那么简单。你莫干工作，你讲无理的，你我就觉得这样啊，就不要再玩一些有的没有的，就专心的卖鱼就。哎，你老听话。我爱玩。是姐姐嘛？啊！你讲，哎，我把好六只。妈妈两只。好，等我点，这等我点了。你先把来来，安尼就
两百五，啊，那个，啊、你敢过年啊？主动应该不会去，主动不会去。我过年，要过年，永巴路啊，永巴路，永巴路，永巴路，有啊，路啊，来啊，退啊，退啊。头尾你搁提走，我嘛唔敢收嘞。讲过啥？讲啥物？来，哎，哎，都白抢啦，黑抢，白抢的你是？白抢啦，白抢的你是？白抢啦，黑抢，黑抢啦。你要抓伊无？你嘛乌枪都少诶。大你阿妈，哎，现在要你乌枪嘛无多。哎、欸，今日相遇哦、喔。来，落来，落来。你几岁？啊，白枪。白枪多少？几多钱？白枪五百。五百。还有蛤蟆吗？还有啊，还有。这个肥肉。几多钱？几多钱？几多钱？来，落来，落来。我的，放在那个牛肉卤那边。哎、欸，你买哪样？哎、欸，你有什么卤？有牛肉卤啊，够就算排骨够。无啦，金木卤或什么卤啦。没有、啊。金木卤呀，金木卤呀。哎，我金妈。好啊，可以。多少？七三八。有金妈吗？两百，两百，两百。有金妈吗？两百。哎，两百。哎，今天我个大料，今天我个大料了。啊，这个很好，两百一百五。哈。对啊，我系六只五百，六只五百，心情较好啊，系六只五百。